给我一个吴彦去的房间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了。什么？吴彦去没了？对，抱歉，小姐，吴彦去的客房已经满了。把我的房间跟这位小姐换一下好了。一听这油嘴滑舌的腔调，不用看就知道是谁了。真是好巧不巧啊，偏偏让我们在这里相遇，好有缘分哦。你别演戏了，邵小文早就告诉过你不会了。喂，赵，我见到陈佑了。什么？楠恩也来这儿了？行，如果碰得上，我就一起照顾着啊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楠恩这么大个人，不会自己照顾自己？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不是你们了，而是我们。邵文有事来不了，正式派我这个。英俊潇洒、多才多艺的美男子来协助你。你别不高兴啊，周尔文还特别叮嘱我让我好好照顾你呢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，还管你自己的事情。先生，您的房间是1002，这是您的新房卡。谢谢。小姐，等这位先生搬好以后，马上派人给您打扫。谢了。别人说谢谢都这么酷。